其實我的人咧就記性比較差啲嘅，即係成日諗到啲 idea 咧，就要哇就快啲揾張紙寫低佢先。即係例如我呢本 notebook 咁啦，係有曬我以前好多啲好奇怪嘅 ideas 啊，咁寫低先，寫低先。咁我會點樣做呢？就呢本簿仔就可能啲 idea 慢慢會進化成我啲笑話嘅，即係可能有啲笑話今日已經用完，已經冇再用啦；有啲笑話係根本揾唔到個笑位就唔再用啦。咁其實每一版都好似一個進化嚟嘅，即係可能呢版寫完之後咧，啊咁查一下又啊下一版再改一下先，啊唔得喎再改一下。其實每一版是一個 evolution 嚟噶，所以呢本嘢咧就有曬我以前好多好 classic 嘅諗法，同埋我今日嘅好 classic 嘅笑話喺曬入邊，我真係好想睇。